大陆媒体优酷举办全视频之夜，南韩天团 EXO 就拿下了两大热门奖项，现场连唱了三首歌。那么另外包括了吴奇隆、甄子丹这些影视红星也都通通到场，众星特别是男神云集。南韩夯团 XO 又来了，人气红不浪的欧巴们这次亮相大陆网络媒体举办的颁奖典礼，不但唱起中文歌，还很有诚意的又唱又跳，献唱三首经典歌曲。XO 可说是大丰收，不但先前在香港举办的韩国妈妈亚洲音乐大奖风光领取四大奖项，还在育有韩国格莱美奖的金唱片大赏中夺下荣誉大奖，而这一回天团又得奖了。非常荣幸能够拿到亚洲风云男团这个奖项，也要谢谢我们成员每个人付出的努力，也谢谢所有粉丝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XO 感谢粉丝的支持，拿下全视频舞台热力男团与亚洲风云天团，而不光欧巴们亲自出席领奖，连国际巨星甄子丹也来了。所以，那在2015年，你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的计划吗？过年之后就准备拍摄那个《叶问三》第三部，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项目。而吴奇隆和小太阳钟汉良也个别拿下全视频实力偶像与全视频突破人物两大奖项，让这场盛会宛如一场男神之夜，更看出随着大陆影视媒体崛起，众星们对网媒奖项的高度重视。谢颖佩于综合报道。